这个腮可硬了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做鲽鱼头吃，我妈来收拾鱼，一会儿我爸下厨。给我手都刮出血了。是吗？这个是不是买完都应该是收拾好的呀？哪有啊，那这个腮谁给你收拾？那腮多大，刮手了。这边是泡好的宽粉，一会儿再切点豆腐，用宽粉和豆腐来炖鲽鱼头。我妈把鱼洗好之后换我爸上场。离远点啊！嘚啥呀你俩？这几块豆腐呀，臭这个味儿呢，瞧瞧他俩整螺蛳粉呢。对呀，就那个味儿。退回去。才哪来呀，这我家求婚了。我了你那个呢，那个在咱家呢，那个那个两都在咱家呢。那这是不拿回来呢。妈你拿大萝卜干啥呀？我想吃啊。哎，这螺蛳粉这味儿啊，哎呀妈呀，这围裙强劲去，这碗饭吃的，瞅瞅，真好。就搁里头那个。我寻思钱呢，就半截。钱。那是欠条，比钱还值钱。这俩孩子整这个螺蛳粉啊，满屋的臭味儿。这是谁家开饭了，放鞭炮呢？咱们猜一下，他家是几千响的？这么长时间，两万头了，两万响了。嗯，咋了？搅一下好了。哎呀，跟蛤蟆似的。你要干啥？不行你啊，姑娘。鱼出锅了，哎呦，这个粉条，豆腐和宽粉把鱼头盖上了。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扒了那一块？吃鱼，这鱼好吃，吃鱼。鲽鱼头要吃骨头。我要吃肉。拿勺子，我要吃你的啊！这孩子煎的，拿勺吃啊！就吃的骨头吗？啊，嚼里边有骨髓。啊，吃完是吃骨头啊？对。鲽鱼头不吃脚呀？烫着。加油。嗯。是能咬出东西来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夹了这么一大块骨头，我准备开壳。我来这个做了骨头，这石头我帮你记录来。嗯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小姐。就剩一个了哈。我感觉我吃这个肉像吃大龙虾似的。为啥呢？真的有点像大龙虾的味道。